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及本院委员陈振湘、邱文燕、江慧珍、陈碧涵等十七人，鉴于智慧财产已成为国际竞争之利器，第九届全国科技会议中，与会者纷纷要求整合国内资源，筹组制裁管理公司，建立制裁防火墙，并协助业者建构制裁保护等。又鉴于政府投入大量研发经费进行科学研究计划及科专计划，每年获取数千件国内外专利，却从未仔细盘点确认各专利之技术内容及品质，导致业者无从寻求授权与转让。智慧确实掌握政府出资取得之专利资源数量以及技术领域等，以协助业者对抗他国竞争厂商，原建请行政院责成专责单位盘点各研究机构所拥有之研发成果，并依产业别及技术领域建构。本院委员李慧明。